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一题哈，他说给你这两个点，求直线斜率怎么算？哎，两个点求斜率，你就把 x 相减，负一减零，y 相减，负减零五，所以说斜率算出来就是多少？负五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哈，这两个点求斜率嘛，老师还是把公式写一下好了，怎么算？把 x 相减 s2 减掉 s1。分之 y 相减 y2 减掉 y1 记好了，负一减零负一，五减零五，所以算出来就是五。OK，把这边看一下。